兑现了，兑现了，兑现。回首往昔，更进一步。你最好知道自己的位置。无罪之人。啊？他怎么不走位啊？走位啊，这才对嘛。看来好激动，那不是每天都能看到吗？啊！哎呦，果然还是又漏兵了，亏麻了呀！啊，他怎么只有五个刀？灭亡之路，短的超乎你的想象。回家了吗他？慢慢玩啊，别着急。他去了。确实他打不起来，有隐身又有位移，很难就是能追着打，一直打他。好，猴子来了。我以为猴哥是来给我送温暖的，坏了，感觉要不敌怎么办啊？啊，什么情况？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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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。
老板。非常好。起飞。啊，不对，他出错了，怎么喝来着？这能吃到塔皮吗？啊，吃不到！我还以为到这里能吃到塔皮呢。我W能挡他的大吗？能挡啊，我下波试试。我操！我操！全是操作！我操！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，求你了。
干啥？那怎能怎么办呢？他有大。真的这么厉害？哥们怎么钻不进去啊？好有实力啊，瞎子！是我帮你把他的线断了啊，他下波没兵了，只有这一波小兵啊，放心吧，他没什么小兵了啊，你可以随便打啊，非常好非常好。他们也来人，放我一马，可不可以放我一条生路，日后好相见，做人留一线啊。你有什么实力啊？操作你啊，
叫人，知道吧？他在叫人呐！啊，有本事一v一啊，我爆杀你啊！啊，只会叫人是吧？啊，哎。别急，随便打的。我打剑魔是优势的，打不过我。我下波核心装备都出来了，冰拳，粘住他就跑不掉了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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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交给我。火男把峡谷先锋抢了，这么狠啊！走吧走吧走吧，补给一波，再来个十五加饮血剑就非常完美了。走位，嗯，我的评价是尽力了啊，没办法了，极限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用说主播菜了吧，真的尽力啦。又菜啦，我真的尽力啦。十五饮血剑都好贵呀、啊、你抢个大龙吧，我差点钱呢，你去把大龙抢掉，抢了。发个工资，老板，好，非常好。要是能等我复活就更好了，只有十五的钱，更需要十五还是饮血剑？应该先出十五。OK， 有吸血了，嗯。
拦我。我是个没用的东西，这都操作不了啊！真，你在操作你的内阁啊？哎，好菜，这波是真菜，上波是尽力了，给他来个四破，操作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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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他都是 RQ 啊，好闪，没事，剑魔应该吸不起来了。真的假的？他看看装备，我在偷袭他。小兵救我！小兵呢、啊？小兵呢、啊？没事，我杀猴子了。大锤不是三百块、啊？我杀你一个内阁。你怎么不看装备呀？好烦啊！你为什么不看装备呀？哎呀，为什么假猴子能够减速我呀？哎呀，我要出蓝盾了！不想玩了，动不了啊，全是积分，我操！哎呦，哎呦，感觉应该把十五换成蓝盾的。哇，公里圆弧了是吧？大招好快、啊！中了，可以吗，瞎子？我操，一千块的剑魔啊！我的妈呀，真吓人！这里是能移过去的，怎么移不过去呢？好奇怪，不该换扫描了。所以办了也不能半途而废，得出的。看竞技带呗，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获。
精彩，满满都是干货，有没有学到东西啊？啊，只顾着扣六。怎么我这么脆呀、啊？是打大龙吗？我还以为是打小龙呢。打不过呀，我能打得过他们呀？一个猴子，一个皇子，这皇子他妈伤害也挺高的，我不是对手呀。不知道饮酒剑出来了会不会好一点？哇操，反甲剑魔，往上一波，非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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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